晨曦刚刚洒向大地，忙碌的舟山海鲜市场便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年男子。他用睿智的眼神凝望着东海，在过路渔船马达的轰鸣声中，视线仿佛穿过了起伏的海平面，回到了那个曾经打拼过的鱼市场。而潮湿的海风又将他拉回现实，环顾着周围来去匆匆的装卸工人，九幺不禁思索，舟山又能给他的海鲜帝国带来怎样的机遇？这是春季普通的一天，九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海鲜加工厂。车间内机器嗡嗡作响，流水线井然有序。尽管不能认出包装上的每一个字，但孙哥还是尽心尽力的仔细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出现差错。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九幺来到了皮皮虾的生产基地。机器中飘散出来的阵阵香味勾起了孙哥的好奇心，令他决定亲自上手操弄一番。临行之前，孙哥决定体验下朋友保安小张的生活。曾经我们的家很小，房间里挤满了大家伙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曾经很大的电器如今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薄，生活的乐趣变得越来越大，唯独热水器还是没有变化。现在是时候让新一代小体积热水器问世了，而这一革命性的改变仅用了30年。万家乐小体积热水器比一张 A3 纸还小，科技向小，生活向大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来了啊！今天的战队联赛第五轮的第二天，哎呀，这怎么会放这种广告的？还可以，其实你妈的放这广告，还是拍的蛮真实的啊，有一说一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还是先来战队赛啊。今天战队赛，哎，感觉又是一场屠杀呀。老炮今天这个我看了一下他们今天这个排阵啊，感觉可能要被0-6了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嗯，
今天老炮第一场啊是打 Liquid 常威对阵那个 Jolly One Navs， 然后 Mana 要对阵解释，然后这个 Clam 对阵 Elka。 不、这个、我没想通啊，为什么他们连王 T 都不上啊？不知道呀，可能想锻炼一下，或者王 T 有什么事吧，这感觉就没了呀。这个看只有解释能不能拿一分。对啊，但不管怎么样吧，反正这个比赛主要就是为了拿老炮什么时候能拿一个小分啊，这个看点就是打 IG 啊，只有打 IG 才有机会拿一个小分呀、啊、但 IG 绝对不会让他拿一个小分的，我知道。哎，打 IG 拿小分就没劲了，主要是看打这些队能不能拿一个小分。 User 帽这个选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狠的一名选手。对，今天我们这名老炮在这年轻小将感觉要遭重啊。对，就这兄弟没啥实力。嗯，他的确五千一百分，再冲击五千两百分、啊、关键打我都打不过，怎么就怎么打。前两天我还搜到他常威在韩服，你再怎么也有个六千四百分钟。是的呀、啊、对不对？这个差一千多分，打的中规中矩的，但是呢就没什么特点，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了。既然老炮、哎、是老炮这一周的想法是锻炼新人，那你就不要想着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就正常打。这个东西呢属于他们夏令营的体验环节，也不错啊，也不错。我觉得真的不错，这个夏令营做的。你要想一帮学生啊、参加夏令营，参加星际的夏令营，不但去了职业队，跟着职业选手训练，跟着职业选手练习，搞了一个夏天，然后最后还让你打了职业的联赛。不是，我现在怕的不是这个问题，现在我怕的是下个赛季如果说有这个升降级赛制的话，那老炮怎么办？哎，你还管下个赛季，这个赛季先过了再说。我就说这个夏令营绝对超值的，是不是嘛？这样是说，真的呀。就像哎，我就像我们如果比如说今天让兄弟们去参加夏令营，足球夏令营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说了，让你先报名半人的夏令营，半人有点过了，就随便报一支欧冠的夏令营。半人，就随便报了一个欧冠的夏令营，这是不是？然后跟着欧冠的就这种欧冠的队先踢了一下，就平时训练吃住在一起跟这些选手，然后最后他们还让你上去打了欧冠，就每轮都让你上，而且打的还是什么皇马巴萨这种强队、哎、对呀、啊、每轮都让你上，你妈上去一站一看，我靠，对面梅西 C 罗什么莱万，哎，这妈可以啊，我靠，这倒是实话，就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上去对面一看全是，哎，今天你看那个 L 卡对不对？上去对面就是 Clam， 他妈的，不 Clam， 不说他是梅西 C 罗吧？那至少，我觉得至少也是跟你妈的这种什么内马尔、内马尔，对啊，内马尔姆巴佩这种，对不对？对面直接内马尔跟你白头，我靠，那可以的呀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哎，你不管是不是，哎，你就说报了中超的夏令营也可以啊。你说今天我报了这个恒大的夏令营，恒大然后现在这个时候你吃住，就比如说跟解释在一起，那就是跟郜林啊这些一起吃住训练，他还教你踢球，然后搞完了之后，然后带你去打了世俱杯，对不对？世俱杯上来，今天我碰到了巴萨，你妈直面梅西，我靠！感谢 Movie 的飞机啊，不说了，有这种夏令营，对吧？我愿意出一万一个月，我愿意去，不一万。你十万一个月，一百万一个月都有人上，好吗？我是呀，我绝对有人上，好不好？就直面梅西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场啊，他还要去看别人有没有阴他，不，也许他做足了准备吧。虽然我的对手今天我想想看，妈那个优人帽大概什么？优人帽大概，妈再怎么样，对吧？优人帽，如果说这个前锋的话，
我想想看啊，哎，不说了，就那个，就那个，那个莫拉塔这种，好吧，至少也是个莫拉塔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的位置就摆，我就把自己摆到莫拉塔的实力的位置了，老子妈的今天就跟你正常干。他们在夏令营好像一个月好多少钱来着？3000块吧，好像。3000块还是2000块吧？3000好像是，好像是3000块，嗯、我忘记了，反正不贵，包吃包住的，蛮好了，在上海还待了一个月，然后比赛还，上次线下的比赛还带他们过来看了一圈。我记得那个战队联赛的时候，他们线下还组团过来看了一圈线下的战队联赛。不，你妈的，那个你们这个有点高估尤人嘛？尤人嘛不可能是卢卡库，你妈还是要有点实力的，对吧？有点实力的，我靠，这有一说一。3000包吃住，对的，3000包吃住，对的。对啊，然后妈的这个3000不是你妈的他给你，是你给他，我靠，你为什么不要理解错意思啊？不就交3000块钱去参加夏令营嘛，当时他们去了几个人、嗯、他们新的夏令营估计今年那个省暑假之后就会开了，如果有兴趣不知道会不会开，这个到时候你看吧，如果开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。好了，闪烁追猎啊，就老老实这个 Johnny Manalaves 他反正不太会就放那种很特别的战术的，就老老实实打。先闪烁追猎去压制。哎妈，这死神你妈怎么快5分钟了还没死？人绕得舒服啊！啊，就不管了、啊？不，这是啥嘛？没事，刷一个这个距离。但这死人到现在还没死。不是刷职业的问题，是你妈没死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气。哎，终归会死的。哎，这场打完都没死的。好像是没死啊，跑了。他妈终归会死的，这个死神，我跟你说，回去就把就我也觉得，他妈回去就碰到大不对，你妈不死，我靠，死了，他点死了，点死了，我靠，那么冲动啊！3万开起来，但是从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又场位已经是占了一点点优势了。观众问是不是在宿舍打的，这明显就是那个大学的宿舍。对啊，就他是个大学生嘛。对，明显就是大学的宿舍。今年那个高校赛还有的，所以像他这样锻炼一下去打高校赛，那还是一把好手。这个选手绝对是高校赛的噩梦啊，高校选手的噩梦。在你们不要看他在这个场合他还蛮很菜，那是因为他面对的人的问题。在高校赛他我还是那句话，就参加了恒大的夏令营，然后他妈的直面过梅西，然后再回到高校赛去踢大学生联赛，真的吗？你仔细想想，你说的没错，对不对？单防过 C 罗，对吗？不 C 罗过来单防过莫拉塔。其实莫拉塔还是挺有实力的，有一说一啊。你看莫拉塔现在进攻了，我靠！莫拉塔他妈长驱直入，跟他干莫拉塔是吧？妈个鸡，让他这高校学生也不是好欺负的，这脚速怎么还没好啊？好了，但是没用啊。好，再刷不差，跟他干！妈的，跟他干呢、啊！我靠，干嘛了？哎，家里面。哎。高校兄弟被双线了，我靠！家里面怎么办啊？这打穿了，把肠胃甩的爽的一逼，我靠！家里面也被打穿了，正面也被打穿了，几级了呀？几级？哎，其实打的还行吧，就把自己的套路也，就基本功还不够，打的还
凑合吧，就拖也没拖住，他其实就是追着拖不住。五千一、五千二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拖不住这样了，对不对？你至少要有个，我觉得5800左右，你的基本功跟就基本功打出来，你就大家上来就没有任何的骚扰情况下，那你的运营跟优质帽这些都差不多了。啊，对。对吧？可能你在交战的时候，在地形的控制，包括在阵型的控制没有他们好，然后在小细节上会就小的骚扰会被他们占点便宜，也就这样了，其实就这么回事。对，保兵上面还差一些。莫拉塔，你妈都会彩虹过人，你们在搞笑吗？你妈的这种妈靠头球的逼。不，彩虹过人都会这些。啊，就是他能不能过得了是吧？不是，过高校学生都过得了。那倒也是，彩虹过人很多业余的都会。香蕉球你们不要急啊，你们现在哪有时间香蕉球啊，妈的最近我跟妈的黄哥两个人你妈的直播已经快播傻了好吗？对，真的播傻了。今天晚上有那个的，今天晚上还有一个，今天明天两天都有。对，今天明天晚上还有一个邀请赛，然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啊，10点钟开始邀请赛是6个人的邀请赛，打单循环。今天是打单循环，明天是打单逃。单循环是克赛雷啊，加上 Zest 加上 Trip 还有 B 晕，6个人，3个欧洲3巨头再打韩国3个人。他们怎么会办这个比赛的？我不知道呀。然后这个比赛6个人打，然后只有第一名有奖金，第一名是5000美金，然后第二名没有钱。他妈的，这就往死里打。这不是 Wardy 搞的，是那个秘鲁那个哥们儿，那个卡子搞的。这个哥们儿有实力啊，我只能说一句有实力。为啥没马入？可能马入不想打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如果Trip 加 Zest 加马入的话，这个就更吓人了，这个。对。对吧？鼻晕在这个里面就算最弱的选手了。他们今天只打个小组赛，打波一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个波一你们也要打到天荒地老。嗯，就那个雕哥搞的，就上次那个过来解说穿个雕的那个。啊，那个哥们是吧？对，就那个卡子。他有点实力嘛。就那个雕哥出的钱，估计不知道他哪里去搞了5000美金。什么叫哪里去搞了5000美金？你妈的，你不知道呀？这雕哥搞的呀。看第二场啊，CS 的主播赛27号晚上6点钟打，6点钟。对，大家不要，我下午好像还要陪他们去。我看27号周几啊？27号哦，周二没事。28号我还陪他们去拍那个，拍什么炉石战队联赛的宣传片。不是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妈的，老子在名单都没报我，你妈让我去拍宣传片？对啊，妈的，这个跟你好像没就有点二，你知道吗？你妈的人都不在，然后一个宣传片在，他关键名单都没有我，我靠，还让我去拍？不，那就说明一件事情，王哥，你就是个道具，哼，对不对吗？哎呀，那没办法呀。这个自己公司的事儿，那还是只能去。对，那是没办法，他们叫我去，我又不能不去。大主播今天下午打了6场，得了8分，还不如我上。那是的呀，我靠，今天下午看他打了个比赛，不是速七就是速八，还不如让我打。我说不定我成绩还比他好一点。运气都没有，跑去打什么嘛？不是，你这话又不对了。炉石本来就是一个挺靠运气的游戏，对不对？那钱哥可能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好，对不对？那社交是我告诉你，就平时好事做少了，到关键时刻就顶不起来。像我平时你妈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的，稳的一逼。对啊，
钱哥平时其实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事，除了有点好色。不是，你要知道你打的那五个，你打的那七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共八个人打，你打的那七个人都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哦、你们比的是谁做过好事？钱哥门都不出，哪怕做毛好事啊？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算了，不能蹭你妈的看比赛了，不要去蹭你妈的暴雪一哥的热度。好了，这边是还闪烁追裂开啊，老老实实打运营。他们想偷农民是吧？妈的，又要我说今天他遇到的常威还好，遇到李培南这种狗比较情王绕主了，开始。你出一个使徒绝壁被他情王绕住，你说的没错，把头发都给你绕白，他已经很不爽了，你妈已经绕惨了好吗？这个是操作下，哎，还可以，我拉的还可以，哎，其实还可以啊，防的是还可以、啊，真防的还可以，防的中规中矩，防不住，对，防不住是有点防不住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基本功有差距，就中规中矩的打的。哎呀，没甩出来，我靠！反正你甩出来也打不死，你不要想。把甩出来再往前走一下，有机会甩第二下的。所以第一张打完场，我已经觉得这个没什么实力。啊？只能让他进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不，妈的，这个也太嚣张了吧！再来两个吧，还行吧，凑合啊。这哥们儿在输色，在输色。荷兰人都泄底，妈的，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把罗看看罗本，哎，好像是啊，罗本斯内德这些好像都是这样的。其实我想说，其实你亲戚有点泄底，王哥。他是不是因为是从小在荷兰长大的原因？你说的没错。是这个原因吗？你说你亲戚有没有点泄底？没有吧？他什么时候有？我靠！鹿特丹，哎，对，鹿特丹是不是也有点泄底？有的。好了，这边常威还是慢慢运营啊，跟你。其实这周六巴塔夫斯打的还可以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那你说那么多，那古利特为什么还这那么多头发呢？妈的，这个他可他可搞点脏辫什么。他可能就这种他的那个就是黑色人种嘛，那可能稍微体质上稍微能够应付一下这种泄顶的事情。这你，对，哎，你就好比哎，先看这波，直接，哇，靠，这么拼啊！妈个气势打出来，好，啊、哎，啊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他估计自己都傻了。妈的，这个要怎么解说吧？我靠，他自己都傻了。这你妈！这失误了，有点紧张，应该是有点紧张。没算好。其实这个点雕的话还是有气势的。哎，我怎么感觉又要被压制住了呀？对，又被压制住了。这种东西就这个点坦克最后那一下就很靠感觉，有时候哎，对对，真的很靠感觉。就职业选手大多数其实没他不是算好这个坦克点子，他就是靠感觉，哎，就觉得点的死就上了，就那么对，觉得点的死就直接点了，点完最后的一下感觉特别好。对，回头呀，我靠，这他妈怎么就让他直接就推上来了嘛？又是这招，这个双线又是军长，管三矿，你正面就要被架。先把这个跳了再说呀、啊，他妈正面其实没几个兵啊，跳了再说啊，这里。
他又是脚速没好，又是这个弹弓。怎么你杀全家了又是啊？先把坦克跳了呀，哥。其实他的兵是够的，我说实话，他的兵绝对是够的防这波。不，他是操作有点傻，这操作。不，很慢，他这个就是没防好，他兵绝对是够的防这波。他其实做的所有东西都做了，就防守就没别人用的用兵用的好。那就是出门一拳就没了。他兵绝对是够的。雷利亚这肠胃也傻了，我靠，这啥东西啊。那我要有一说一啊，他兵绝对是够的。如果老炮把柳黄签下来，对不对啊，说不定还能够赢个一两个小分。这都不得不吹捧一下柳黄。干嘛柳黄还可以的吧，柳黄不是细节，是这样的，他就是在用兵上面有问题。就第一个，他的追猎拖的时间就不够，别人能拖三轮，他一轮就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种双线，就放到他这个分段没有那么快的啊，也是，对，没有那么快的，所以他不适应，其实就是不适应。他兵是多的，我承认的，但是就不适应了之后，导致操作失误。对啊，就拖的也不够，然后第二个嘛，交战的地方分兵分的也不好。对，就我们就感觉他的这个，就他的这个操作有点傻傻的嘛，对吧？嗯，分兵分的也不好。其实他如果把这个他的运营什么的，其实报兵还是凑合的。就说，所以对于这个 Jolimon Labs， 他现在要提高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兵的一个用法，如果提高了，他马上就会进步很多。哎，不，那我觉得也不是兵的用法，其实就。他这个分段没有什么兵的用法的问题，就是提高基本功就好了。他基本功还凑合呀，兵还是爆得出来。不，基本功凑合，你只要兵爆得出来，你都能到5500的。你如果说你的基本功就慢慢练上去的话，啊，都能到的。好的啊 ，Mana 啊，42分，很平均的一个选手。这个锅你们应该，就 Mana 这个分数，你们应该把锅甩给人形，因为他不是打神族的，他不了解。解释，猫姐姐，猫姐姐啊，老炮战队去干拉大将。猫姐姐现在必须要为老炮先拿下一分，拿个小分，要求也不高，拿个小分，我们频道就会想起《We Are the Champion》这首歌。不，等到打 IG 的时候拿小分，好吧？现在我拿，哎。IG 拿小分的时候，这首歌就没有那么的帅，是不是嘛？反正再过两周他们就要碰面了。也是，解释打 Mana 有机会、这个已经算运气比较好的一个分了。对，解释分到常规分到 Mana 其实都还能有机会拿分。解释真的，如果碰到什么Clam 的话，那他就真的没用，没机会了。是的。猫姐姐有的呀，34分很怎么没用？猫姐姐还可以啊，你们你妈的不要小看猫姐姐，猫姐姐还是国内最强的神族选手之一，也有个6100分左右吧。对啊。你们单从国内的选手来看的话，猫姐绝对是国内就一线的那一批的选手。就好比，对吧？他在国内的这个神族的地位，相当于就是韩国的妈的把本的地位。干嘛？也是吧。不是把本却不 rest 对吧 ？rest 妈的 rest 我就算是那个是鸡哥好了。对吧？那确不是 Michael Side，那他是不是他是把本嘛？是，你说的没错，对不对嘛？不，什么叫脸都不要了？妈的，在国内他是这个地位啊。那鸟哥在国内是什么位置呢？鸟哥嘛，你妈，我觉得至少也是个什么 Indo Vision 啊。
像也有点像，打法都有点像。那绝壁是 innovation 好吗？对吧？李佩南是马入，鸟哥 innovation， 对吧 ？Coffee 是你妈的，是那个那个谁，那个 cure。妈的，我现在妈好像有点鼻子，有点对，妈把他抬的有点高，不过也没有了，就是他们三个了呀。那我呢？凭什么吕布是鸟哥？不在国内，国内这国内的地位，阿奎瞬间就出现的。哎，问你个问题啊，兄弟。嗯，你说、啊、为什么荷兰人都谢顶比较快啊？因为荷兰人喝水的话，他们就喝自来水嘛，那个水太硬了。啊？是这样的吗？对啊。而且荷兰，而且你喝自来水啊？荷兰人，我们小时候都喝自来水长大的呀，就是不烧的。这你妈那么皮？而且，对，而且就荷兰的那个水很硬嘛，洗澡嘛，就你去用荷兰的水去洗脸的话，都不需要抹那个，就是用洗面奶的。为什么？它碱性很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对，是因为水的原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好了，第二场看猫姐姐打 Mana 啊，能不能够拿一分？猫姐姐是有机会的。猫姐姐打 Mana， 中国的把本。你看今天猫姐姐把这个所有形象都搞了一遍，是不是感觉帅了很多？我就觉得他有点刚，我就感觉这个造型就不是你、这个、你不觉得猫姐姐今天那个，就今天至少这两个人的效果，其实就是我想要的这种效果啊。我跟你说啊、这个、以前在我的心目中嘛，黄哥啊，在我的心目中猫姐姐是中国星际第三人。对呀、啊、没错啊，没错嘛，没错啊，他现在也很强呀、啊、他是神坛四大天王之一。他现在也是第三人呀、啊！啊，现在第一人李培南嘛，第二人是谁吗？之哥呀！那下来就是他了呀！真的呀？你不要小看猫姐姐啊！但是为什么在你们的嘴中，猫姐姐就是个谐星呢？不，因为他不妨碍他是个谐星。对啊，而且你要看他的对手啊！我靠，妈的，他对手，妈哎，你妈的，你这种中国妈的郜林。这种妈跑过去，妈对手都是什么卡纳瓦罗，你妈这种，妈那斯塔姆这些，妈他怎么突破？不，猫姐姐跟郜林比，我觉得也差不多，是差不多呀、啊，差不多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摄像头 Mana 的位置是调的最好的，对，就整个构图构的最舒服。猫姐姐就是感觉整个头。贴在了镜头前面，他应该摄像头比较近放的，有点像一个卡通形象。你看头和身体的比例不太协调，对不对？有点像那种卡通的形象，那种卡通里面那种大笨熊的感觉。他本来就要挤小鸟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边猫姐姐是要放战术了，野了个什么？野了个 VC 放引刀了。他这应该是要野引刀。进不去。这个你如果这样追的话，他没事，他反向飘就好了。藏起来。这种野影刀，哎，怎么说？我觉得打不到东西。别人是野别死，他也很烦。开命期了啊！野影刀，但对方出先知的，回城回来。守一下也没什么问题，不是问这个问题，而是这个先知能不能杀到东西。现在应该能杀几个农民。哎，几个吗？这你妈，哎，反应我靠，五个了，六个了，就有点多了。七个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我靠，哎，他为什么回头嘛？自信回头崩了感觉。哎，
这就是郜林吗？不，他今天面对的这个后卫，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的斯塔姆。毛斯塔姆，我妈呢？斯塔姆，你有点小看斯塔姆了，好不好？不，毛，你他妈是不是只知道这几个名字啊？斯塔姆有点过。哎，大哥，斯塔姆是这种世界足坛大概20大传奇后卫吧？他妈的，直接斯塔姆。可是传奇后卫，斯塔姆没了，看到了。没了，直接看到了，没了。那这种引刀战术，其实现在你要说打得死，我觉得已经打不死了。只能回家慢慢运营啊！乔纳，干嘛？纳乔啊，纳乔可以，纳乔差不多呀，好像有点。斯塔姆不比纳乔呢？我靠！不，哎，斯塔姆的位置，这个，你现在跟现在这个范迪克有什么区别？的确没什么区别，这个倒是。斯塔姆是有点实力。斯塔姆太过了。他妈顶尖后卫好不好？黄哥被我的你妈的这个范迪克，你妈挤的妈妈都不认识。范迪克是猛啊，哎呀，戳死，哎，唯一的进攻能力也没有了，再给你又要被照出来，哎，没照再戳，哎，没事，他有争取能把闪烁升好就谢天谢地了。mana 大概是足坛里面谁的位置呢？莫德萨克差不多吧，莫德萨克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就对吧？就莫德萨克这种实力，就能够进入到一支强队打一个主力后卫。主力对，差不多这个实力，但菜还是蛮菜的，强行往里挤进去，刚刚好。这个要飘吗？我有强飘啊！哎，他打双线，难怪要强飘。妈的，被 mana 吃多线，我是都傻了。mana 在我心目当中，他妈的就是那种四平八稳运营的。那是因为他的对手的问题。不 ，mana 的 PVP 不弱的，真的。对 ，mana 整体来说还算是欧洲现在二线里面算打得还不错的一个神族了。嗯。是多一手闪烁啊，可以先去压一下。去打呀！怎么看着他回追呀？再追死一个呀！打两个也行吧。那气势倒是拿足了。不，你们也不要觉得猫姐很菜，我就跟你们说，猫姐也是妈的干过世界冠军的，好不好？哪干过谁吗？那狗哥干嘛？哦，也是啊，上次猫姐姐干拉狗哥，拉的狗哥你妈头都大了。啊，狗哥不是很菜吗？毛，狗哥也比麦娜可以。猫姐姐干拉过狗哥，吊打过逆捕。是的呀，对不对嘛？他一直都想不通逆捕为什么能赢其他人，就他在天地上打逆捕就 A 过去就赢了。他打逆捕就 A 过去就赢了嘛，每次 A 过去就死了，逆捕就是他的上分机器。我也搞不懂。孙哥，啊，孙哥，什么时候来上海带暑假带你小孩去趟迪士尼啊？没时间去。不，老汉哥，狗哥在迪士尼开了一个酒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去。很不错，很 nice。你们先去体验一下，好吧？我反正暑假找个时间来一天去。不，我们肯定也要暑假，小孩还要考试啊，过两天。OK OK OK。好了，直接压到脸上了啊。你看，我和你法人带着小孩没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你妈的，别说了，我靠，狗逼，他是你亲戚好吗？点掉冷静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惨啊，这个真的好惨。没了，抓机会抓得太好了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波尔比赛还有一场，我认为猫吉还是有机会，就猫吉就正常打就好了，别搞得就搞得那么虚幻，正常一点就好了。哎，
一分都拿不到。你不要慌。一分都拿不到，哎，刚起来猫姐姐，你妈今天这个形象，他妈的这种硬汉的形象。感谢秋代，我工作不顺或单身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。哎，今天感觉妈的，如果猫姐姐不硬起来的话，今天又老炮又要被血虐。主要 Clam 那场是真没机会。联赛打了五轮，你妈零杠三十，我真的是醉了。我们不是算过吗？哎，多少开来着？四十二开好像是吧？什么叫四十二开？零杠四十二开吗？不是上次算过吗？没有零杠，他怎么会零杠四？他下轮打啊三四，他第七就他下轮再被零杠六没关系啊，他零杠三十六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再下轮就打 IG 了呀 ，IG 怎么他一小分怎么能拿三十六开？如果打 IG，如果 IG 都拿不到一小分的话，那他你妈真的零杠六就是第七轮，就是他们决定会不会超越龙之队的一轮。对啊，我们打谁啊？这一轮打 GGG， 明天、啊、应该稳了。你们排阵还可以。还可以，你们凯里贝南排到了鸡哥，然后卫星排到了俊姆，然后索拉排到了 Patience， 这个排阵已经很这个排阵还可以啊。里贝南鸡哥卫星打不过俊姆，也一般吧。什么里贝南打鸡哥一杠一好了，好吧？卫星打卫星打那个俊姆一杠一，索拉二比零稳赢那个 Patience 的。啊，培训是那么惨吗？现在，那是因为 Sola 太猛。Sola 真的是，我现在最不相信的就是 Sola。不 ，Sola 是你们队里面最猛的，现在最稳的一个。没，最猛的加速。智力有问题，我是承认的，但是他的实力 Sola, 我跟你们说 ，Sola 只要不被野兵赢，其实还可以。对，他打神族，只要这个神族走地面，就不可能赢他。我就告诉你。你这个不，你们收了索拉多少钱？不，索拉真的还可以。索拉真的还可以，这个不吹不黑。就索拉，你要这么就是索拉今天打一个比自己弱的人，特别是神族，就是稳吃，真稳吃，而且是，就好比索拉今天打一个什么解释 mana 这种，就不可能不带任何。吕布，我告诉你还是有实力的，至少。前两天 GSL 干了 Dark， 然后跟 Trap 打成了血拼。那所以说嘛，一杠一 Dream 呀，对不对嘛？那李平南跟鸡哥，李平南有可能二比零鸡哥的，我就保守一点说一杠一。然后那 Sola 上去炒哥刘建宏，那不就是你妈的你们不就赢了吗？不，但是如果说再退一万步来说，万一你们对不对？你们如果说打那个。最后 Sola 打刘建宏打成一比，你们大将战再上 Sola 呀 ，Sola 打那个 Dream， 那不稳吃他？那 Sola 打得过 Dream？ 你在开玩笑吧？不，这个你太低估 Sola 了。Sola 打 Dream 不，你们太低估 Dream 了。妈的，我们两个是吃这口饭的，你们怎么可能这？我们都上不走那搞毛 ？Sola 打 Dream 七三开。你这个太不了解 Sola 了，真的假的 ？Sola 除了打马柱有点虚以外，你们韩国的人族他没有一个虚的。不是，我们被 Dream AK 过的。哎 ，Dream 这妈的现在没有那么强，真的没有那么强。你信我呀，你妈 Sola Dream 就是凯子杀手啊！啊嗨，妈的，那范特西还 AK 过你们呢？要这样想呀，对呀、啊，那是因为你们队在季后赛的时候有这种，妈有这种文化，妈范特西都 AK 我们，对呀、啊，那也哪是范特西啊，就是范佩西，我靠，这不你我就跟你说，应该不带我打的大江战，这个牌阵你们至少是四比二拿下，说不定第一场里面就二比，妈国外都预测你们五比一，对啊。我说四比二已经很保守了，对不对嘛，黄哥？是。
这盘双方都是选择的是正常运营啊。猫姐姐其实最喜欢就正常运营，然后干拉一组，这是猫姐姐最喜欢的了。四个石头追不死你妈的，你还敢压我？我靠！哦，猫姐姐假的呢！我靠！哎，猫姐姐不要被操作死，追追追！没事没事，这肯定要杀的呀，这个是这个。他刀！哎，但是后面又来了两个，要跑了呀，猫姐姐要跑了。回城！哎，妈的二换一亏了呀！感觉亏了。亏了呀，感觉猫姐姐。阿奎，这次季后赛你要不要季后赛开赛前先去上去说个话？季后赛都没线下，你妈快说个毛话！没线下说个毛？线上说不一样的呀，你线上我现在就说呀，你干 CPT 啊，有什么用了？这没这个实力啊！不，首先他妈还没进季后赛呢，是呀。哎，这个追人家五个追猎啊！猫姐姐他妈拼呐！这我没看懂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使徒追着打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妈的，你的对手是没？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猫姐姐，这我傻了？这是什么个打法呀？他妈啥呀？哎，你说你在电池里打嘛也就算了，对吧？妈还飞错了！这为什么？我看也没什么智商了。我麦娜估计都傻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不，我是不是对猫姐姐地位有点高啊？不，这个追出去我就没看懂这个地方。不，你有不朽，他也可以强吃你的呀，你又没多少追力。没了呀，操作死了。只见妈的五个，四个使徒出去干拉五个追猎。他五个使徒干拉六个追猎，哦，五个使徒干拉六个追猎。曼娜其实自己也挺迷茫的，这个感觉自己啥都没干。对嘛，这守住这差距很大了已经。而且我 Mana 在就我看 Mana 跟解释打的时候，我就感觉 Mana 人妈细节为什么那么好，是就随便 AA 然后操作两下就操作死了，他妈战损已经亏成马了已经。算了，把胜负交给阿卡。他妈的，把胜负交给一个不可能赢的人。阿卡也有他妈的5600分，好不好？干嘛？欧服7000分了不起呢？哎呀，柳哥都能赢，柳黄都能赢，对呀、啊，阿卡比柳黄还厉害点呢。我姐姐直接反打一波了。这嘛，我看一个弹幕飘过，明明是来打比赛的，却打出了一种炸鱼的感觉。你妈个鸡！我靠！怎么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这你妈的太……这也是他自找的。这真的是……就我是在赛前我是没想过会差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就不至于啊，对吧？被 A 成这样。对啊。还回城，你妈劝退了都是。700-2600，我靠！哎，他妈，这个局面是……你现在给瓦本都救不了，不，这个局面真的给瓦本都救不了，算了，给谁都救不了 ，Zest 都救不了。哎，这个局面 ，Mana 本身也
也不是没有实力的。Mana 这个实力打你随便随便你来，谁都是死。妈的，解释刚才企图改变暴雪对这个《星际争霸》这个游戏的设计，拿了一个你妈的这种弱势兵种去跟别人强势，干拉堆列。对的，曾经的时候还是可以的。还有一幕你没发现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一幕我看到了，在使徒被干拉完了之后，然后别人打上来，电子被打掉之后，他有个追列，一定要跑。追猎妈变成了近程单位，他要跑到你妈的脸别人脸上去进攻。没有，他刚才应该是想去点那个，想去点那个红血追猎。这 mana 现在修满地堡就等你来呀，知道你要打一波呀。好了，这个四个追猎到你家里面去偷农民。啊，有个不行，问题不大，但是农民肯定是要死。拉了呀，这面妈的说个毛。啊，他不朽点了，还是有气势的，气势先拿出来，怎么着也把他 GDA 了呀。还有一排，还有一排，还有一排，还有一排地上。对啊，把他 GDA 了呀，怎么着呀。三个不朽，干他，拉死他，干死他。你后把不朽三个不朽拉他，干他。对呀，这再怎么着，基地也给他打爆了。好，你那个不要被跳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回城了，可以回城了。回个毛回，你妈的都拉上去了。本来拉出了点气势，中了个自爆球，我靠！果然你妈帅不过三秒，你妈就帅过了，帅了三秒钟，直接中了个自爆球，人都傻了。永远都是悲剧收场，这你妈！哎，妈的，又要被溜！哎呀，就看最后阿卡啦！我们什么时候能想起那首歌？皇后乐队的经典名曲。你先哼一下。哼不出来呀！你妈的，都不氛围都没到那个氛围，你他妈怎么哼？怎么哼？气势都没了。零杠四，你怎么唱？就看阿卡了啊！妈，这个克莱姆，我靠！哎，这他妈就是个禽兽！我靠，他这个圈怎么那么大？他不该那么大吗？难道？我靠，他这个圈也太大了吧！他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人，这个克莱姆现在是全世界我觉得 TVD 最强的选手。我这个圈也大的夸张了，我靠！没还好，五十二分还好呀，妈的！十二分算是顶尖人族了。对啊，顶尖人族，他本来就顶尖人族。啊，这个摆在实况里面就是什么亨利，你说的没错，姆巴佩啊，就是，不不，姆巴佩过了点，姆巴佩还要再猛一点。那是亨利，妈的，我觉得比姆巴佩要猛啊，我感觉。亨利世界杯成绩很一般啊，个人成绩啊，世界杯的个人成绩很一般，姆巴佩的个人成绩很猛。亨利主要在阿森纳那段时间厉害。对他这个生涯的巅峰一般般。阿卡，哎呀，这个框你妈一出来，感觉差距好大。我至少他，为什么这个选手心态有六啊？就因为上一次表现的还可以，是吧？他表现还可以啊，他就是基本上该打的东西都打得出来嘛。哎，黄哥，你知道这个圈让我想起了谁吧？谁呀？就让我想起了我的成绩。这什么叫你的成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什么化学、物理，没有一个是及格的。这你妈！
真的呀，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成绩。别人心态是及格的好吗？心态及格，心态及格。干嘛？我成绩心态也是及格的好吧？成绩哪有心态嘛？你是体育吧，刚好六十分，其他的都是不及格。好了啊，来了 ，Clam， 这 Clam 今天阿卡的确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对吧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来参加恒大训练营、夏令营，训练完了之后，对吧？跟郜林一起吃住练习了之后，现在你直面的是亨利，妈的，踢世俱杯了，单防亨利。感觉是不是还可以？你说的没错，平时都是跟郜林练的，现在上了赛场发现对面站的是亨利，而且他妈这个是20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，妈个鸡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看阿卡的表现吧。出现在地图上方的蓝色的人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Team Liquid 战队的 Clam 啊，现在全世界最强的人族选手之一。地图下方的气动方向就是红色的神族选手，来自于老炮战队的阿卡。这你妈，他们说阿卡比 Clam 大2岁，我人都傻了。好像是啊，他 Clam 02年的，阿卡是00年，2000年的，好像是那么回事啊。那么一对比，我感觉在这个时候00年想打职业也不用想了，因为没有他的位置了，感觉。哎，21岁了，别打职业了，就好好当个爱好，平时夏令营参加参加蛮好的。参加夏令营其实并不是说你水平会得到很多的这个提高，而是你有一帮人跟你一起喜欢这个游戏，对吧？那大家每天交流，对吧？大家每天都能够一起吃住行，丰富一下自己的夜生活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挺好的。这个，妈的，孙宁如果大一点的话，我稍微再大一点，如果大，比如说他今年12、13岁，我也蛮希望送他去这种夏令营的。你要去不是就一句话吗？我女儿今年暑假就去夏令营了呀。不，他说的是那种电竞的那种俱乐部的那种夏令营。啊，电竞俱乐部夏令营。你不就是孙哥一句话吗？杭州老干爹走起。不，要我打算把孙宁送到这种什么，比如说贵州啊这种地方，然后去夏令营。那有什么说法呢？啊？就送到外地去是吧？就不要在本地，外地去，不要在杭州。对。那西安 WE 如何呢？不是也是你孙哥一句话吗？小李敢不让他去吗？不。小李不要去，我们就砸他场子。蹭。对嘛，他过去你妈直接叫小李叔叔。妈的，小李叔叔只能收留他的呀。小李感觉就是弗罗伦蒂诺啊。那我觉得你也还是有点高估小李啊。哇，中国电竞界的弗罗伦蒂诺啊。蹭。阿卡这边是 VS 啊，这边农民在这边不知道想干嘛。今天打 Clam， 他如果说想好了，你就打。应该想好一些这种很拼的战术。就不，你不要，千万不要跟 Clam 这种选手去什么你打运营，因为你运营不过他，你就是很。但是如果你想体验一下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体验一盘就走基本功，体验一下Clam 的压迫感和操作。但是呢，你最好是想到，就是 Clam 这个选手，他就是会压你，你想好跟他对攻就好了。嗯，这样的话可能会让 Clam 比较惊讶，打出来。反正就你要老老实实打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打，哎，他走凤凰哦，凤凰巨象哦。嗯。打基本功哦，第一盘。万一你的这个打法让 Clam 很惊讶，妈的，万一你2-0。战胜了 Clam， 那你妈中国万一2-0，兄弟，现在我们是想的是老炮拿一分，我们就可以放歌了。哎、你还2-0？不，有梦想，肯定要有梦想。妈的，哎，你这种话说的，妈的，没打之前你怎么知道柳黄妈能赢雷诺吗？
那要有梦下来这种事情，好吧，对不对嘛？啊，中国队好像还战胜过一次法国队啊，那倒是，邓卓翔任意球是吧？对吧？战胜过一次法国队。不但战胜过法国队，还踢掉过他们一个前锋。那是把这个前锋给踢成傻子了，好吗？哎，防是的呀，的啊、还踢掉过一个前锋呢，死了六个农民，哪里防得可以了？哎呀，这年轻人要鼓励一下。好了好了，终于抓了，哎，来呀，哎哎哎哎哎，打字，他节奏有点控不住吗？紧张了，有点紧张。你看克莱姆这狗逼来了呀，他他妈的就猛压你啊，叫你一定要想好对方会猛压你，他是想打疯狂叉、哎、黄哥你这样看克莱姆长得又没有点像套的，法国佬不都长这样吗？长大了就变套的了对吧，长大了就变套的了呀，这张脸真的长大了就套的呀，典型的法国人的脸啊。嗯，但套的好像鼻子比他大，长大了鼻子会变大的呀，他现在鼻子还没发育啊，刷叉跟他干的，我靠，脚速还差一点，等脚速呀，刷叉跟他干，感觉被克莱姆压死了呀，怎么我怎么感觉好巨啊，这个这还想提速叉打别人，然后被别人妈堵在脸上搞，提速叉好了，还冲都冲不起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行还行哎，还是农民别去了呀，去干嘛？不，农民不去，你怎么打得赢？还有两个围巾呢，一压就死了。本来想，他还计划的是克莱姆防守，他打一波，然后突然发现他妈的克莱姆跟你打根本就不会防守的，就是往死里打。妈，克莱姆压的比李佩南还凶。8分钟都坚持不到吗？坚持不到。没了呀，就一波就打死了。又被秀了。怎么被各种溜？我靠！他本来想的是凤凰插打一波，他想的很好，克莱姆三开，然后猥琐防守。那克莱姆跟你打，怎么可能防守吧？8分钟都没坚持到，6分钟都没坚持到，哎，太惨了，下一场比赛是哪个队打哪个队吗？是 EXON 对那个对 Alpha X， 这场还有点打。今天主要是10点钟还有更好看的。克赛雷对 Zest、Trap 和 B 晕。克赛雷是谁啊？妈的，克赛雷就是你妈的，那个呀 ，Cyro 你妈的，雷诺还有 Clam 呀、啊，就那个克赛种族队参赛是吧？不是，就六个人打邀请赛，就打5000美金是吧？对啊，就打5000美金啊。啊，这还蛮好看的。打邀请赛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不安排吕布呢？马入，不知道没找到吧？估计马入不想打吧。这个韩国这边明显菜呀、啊。反正打循环的无所谓的。有 Zest 是吧？有的 ，Zest 却不 Zest 夺冠了 ，Zest 却不对 ，Zest 夺不了冠。不，肯定 Zest 夺冠啊。Zest 打不过了两个虫族。Zest雷诺跟 Cyro 他都打不过，对，我觉得确普有机会，确普有机会夺冠是真的，但是我们这都打到最后多半是欧洲人夺冠。我们赌点什么吗？我们三个人，他妈的，他们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看比赛不就好了吗？看比赛有点彩头，大家看得开心呀。这你妈，我们赌一顿米其林餐怎么样？不，吃不起，吃不起。啊，现在米其林餐也很便宜的，在上海。米其林餐人均大概就随便找个米其林餐厅嘛，人均1500到2000嘛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赌这个呢？
不，关键是你们所谓的米其林餐厅，我不会，我们不会觉得好吃的呀。哎，大家吃的就不一样。孙哥，你妈赌就赌那个鸡公煲，要不折吧，孙哥。鸡公煲是有蛮好吃的。孙哥，要不人均2000块钱，鸡公煲大概一顿饭吃个300，毛吃得到300，吃不到300。不，人多的话，不就三个人哪吃得到300？三个人200块。不是，首先我并不打算赌，你怎么你们已经把我算上去了啊，王哥？不是，我们也没说赌嘛，我就说嘛，鸡公煲其实挺好吃。鸡公煲是，但是你那家真不行。不，那家一，妈的，我这么说好不好？马克鸡你们觉得不行是不是？你们让，那么老子去掉虫出来怎么行嘛？这个地方。哎呀，马克鸡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偶尔。偶尔，你妈的，偶尔整条虫出来，他妈的。人都吃傻了那次，把那个菜叶子里面搞了个虫出来。哎，就那个不能吃这种吃，我知道呀，就在我公司附近那家嘛，对吧？哎，对，就是中环百联对面嘛。啊、中环百联对面那个，妈的，老子妈的吃了条虫出来，人都吃傻了。我现在不能吃这种很油腻的东西，很辣的东西。那你妈的，我跟你说，那你要这么说，法人妈更不适合吃这种东西了。法人太拼了，法人他妈的没有胆。糖尿病每天还这种，太无敌了，法人真无敌。妈的，克莱姆又来了，又开始了啊！我就这种死神，其实搞得已经，就感觉他很自信，压力敢甩。对，但阿卡已经压力很大的这种死神搞的，法人没有胆，这倒是真的，法人的确没有胆。法人最牛逼的，他是这样的，法人没有胆，他吃了有油的东西他马上就要拉肚子，然后他最牛逼的就是即便这样他都要说跟我们一起出去吃火锅，他妈吃一半法人就消失了。为什么？去厕所去拉了呀。要回来继续，你知道吗？法人真的无敌，他拼了一批回来继续。看这盘阿卡选什么战术，好像老老实实的闪追打了嘛。啊，赌住防个多线，感觉细节做的还可以啊，这个阿卡。该做的细节都做了，正面直接堵死你也进不来，然后家里面防一手，真的细节做的还可以。可以直接三开了，对方火车也没穿到，真的可以三开了，追得刷起来。他是先巨象，然后先稳住，然后我感觉阿卡在这个比赛，他感觉还是希望能够就打实力。对啊，就打实力的打法呀、啊，他现在。他敢骚扰，干死你！跳跳，好，还可以。开三矿啊，这个时候你农民都溜出去了，本来就堵口就溜出去，他先走的 VB 啊。先走要稳啊，先走 VB 的话，就巨象出来的早啊。好了，开了，终于开了，给点压力啊，给点压力，正面。好，再追出来，再吃。把压力给足了，三基地也开了，家里面巨象造起来。克莱姆看到你三开，他肯定要推的，这波。就看阿卡的防守了啊。这个时候不是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脚速提起来呀，阿卡。巨象造呀。我们还跳进去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啥意思啊？哎，骗了个那个回城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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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了个跳一下回城，跳一下回城，那三个追猎也很猛的，对方没那个的，其实他要回了回了回了，死两个，
哎，死一个还可以，死一个，死一个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哎，哎，他怎么自己把这个秒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卡，要卡人口，然后造新的。就正所谓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妈的，我们只能这么解释啊！这妈那怎么办嘛？那么冷血吗？这打的，你妈别人残血回来，他就把他秒了。正面来的呀，我感觉死了呀，基本功不行、啊。巨象来，妈个鸡也没用啊！这基本功一个巨象跟不上。阿卡阿卡阿卡！哎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基本功还是差了一些。暴兵呢，其实还可以了。没有，还差了一些。好了，锁一下就直接干了呀，锁一下就死了。干啦！地上有没有？还可以，我有一说一，还可以。毛用坦克都架好了。哎呀，至少没有一波被拉死，好吗？不，这个时候如果是韩国的那种神族，至少说在打正面的同时是穿了一波叉到他家的，对吧？韩国的兵就没那么少，好吗？首先是这样，第二是至少他不会这种，就克莱姆不会这波兵无损失的就压到这个地方。算了呀，三光放了呀。不放，妈个鸡，两个巨象不放。那不放就直接被拉死了。还有兵不够，其实就是真的，就单纯的兵不够，跟用兵都关系不大了，基本功差很远。一拳就打死，老婆又被零杠六了，哎。妈个鸡！阿奎，如果你们凯子每天都被零杠六，你会怎么样？不可能，那就不会做了是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呀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呀。不，就否则的话，就是我就一点参与感没有了。这个零杠六，大家其实也想得到的。老炮应该是零杠三十六开，然后跟埃及搏一枪。对，他这个老婆第一个人是谁啊？一个也是个业余的学大学生。先看看广告啊。朱莉瓦拉。当晨曦刚刚洒向大地，忙碌的舟山海鲜市场便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年男子。他用睿智的眼神凝望着东海，在过路渔船马达的轰鸣声中，视线仿佛穿过了起伏的海平面，回到了那个曾经打拼过的鱼市场。而潮湿的海风又将他拉回现实，环顾着周围来去匆匆的装卸工人，九幺不禁思索，舟山又能给他的海鲜帝国带来怎样的机遇？这是春季普通的一天，九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海鲜加工厂。车间内机器嗡嗡作响，流水线井然有序。尽管不能认出包装上的每一个字，但孙哥还是尽心尽力地仔细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出现差错。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九幺来到了皮皮虾的生产基地。机
气中飘散出来的阵阵香味勾起了孙哥的好奇心，令他决定亲自上手操弄一番。临行之前，孙哥决定体验下朋友保安小张的生活。很小，房间里挤满了大家伙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曾经很大的电器如今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薄，生活的乐趣变得越来越大，唯独热水器还是没有变化。现在是时候让新一代小体积热水器问世了，而这一革命性的改变经用了30年。万家乐小体积热水器比张 A3 纸还小，科技向小，生活向大。